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讲讲我们的这一个第十二章，好，找出我们的一个会员信息。好，假设你的公司呢有一个 Excel 的高手，对不对？他呢希望通过我们的 Excel 来进行一个操作，完成公司的一个会员信息统计。这时候呢，你就需要把自己的这一个会员信息导成我们的 Excel 给这个同事，对吧？因为我们做一些大数据的同事几乎对我们的表格是非常熟悉的哈，但是对我们的 EC-SOP 后台的话就不一定了哈，就不一定了。那么这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需求，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是一个团队，肯定是要满足他的这一个愿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导出我们这个例子的话是导出我们的这一个会员信息哈，导出我们这个会员信息。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商品列表哈，商品这一边哈有一个导出的功能哈，商品一个批量导出的这个功能哈，它是导出我们的这一个Excel 格式的哈，导出我们的 CSV 格式，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啊，这一边就是我们的 CSV 一个文件，其实它就是我们的 Excel 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哈 ，Excel 的这样子一个文件。那我们呢，把这一个商品批量导出给打开哈，给打开。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Goods Export， 对吧？我们把这一个东西也给打开，叫做我们的这一个 Goods Export。好，打开之后，我们来找到这一个东西哈。我们看一下它是做什么操作的哈，做什么操作的。我的 action 的话就等于我们的这一个哈是一样的，然后它会进行一个导出的一个操作哈，导出的一个操作。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 action 导出淘宝哈，然后呢，我们应该是要导出 EC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哈。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一个EC， 好，导出 EC-SOP 格式，对不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一个复制，好，把这一个给复制下来，一直复制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把它复制到哪里呢？复制到我们的这一个会员哈 ，users 对吧？好，我们把这个 users。好，把这个打开，然后呢，把它复制到哪里呀？复制到这个位置，对吧 ？Else if， 好，导出会员信息。好，然后这一个地方呢，叫做 Action Export Users， 对吧？然后呢，检查权限哈，我们权限的话。用我们的这一个会员管理的权限就可以了哈，会员管理的权限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一边的话会 include， 我们 includes 下面有一个 PHP ZIP 的一个类哈 ，PHP ZIP 的一个类。然后呢，这边会叫做实例化我们的这个 ZIP 哈，实例化我们的这个 ZIP。然后呢，这边的话会进行一个 where 的一个操作哈，进行一个 where 的操作，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一个 SQL 的一个获取哈。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子啊？直接把这个 copy 过来哈，直接把这个 copy 过来，然后呢放到我们的好 SQL，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这个 where 我们也去掉，因为我们肯定不是导出商品的哈，现在是导出我们的这一个会员信息了哈。user list 在这个位置。那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后台的这个 user list 的话，一般正常情况下都是放到 admin 下面的这个 includes 下面哈 ，admin includes 下面好，然后查找一个全部，没有对吧？没有的话，肯定就是在当前页面了对吧？好，在这边找哈，在这边找。
然后他这边的话就会获取到我们的这一些会员信息，啊，就在这个位置获取到我们的这个会员信息。嗯，好，我们先把这一个复制上去啊，复制上去，复制到我们的这一个导出，嗯，这么高啊，复制到这个地方来，对吧？然后呢，我们 from 是我们的这一个 users 对吧？然后 out by 的话就是随便啦，我们 out by 啊，叫做 user ID DSC 啊。然后 limit 什么东西的呢？我们先这样子吧，我们先实现我们的导出功能好，然后再实现一些其他操作，比如说我们选择。某一些再来啊导出哈，那我们先实现这个例子哈，先实现这个例子。好，这边的话是有一个 where 条件，然后 where 条件也不需要了啊，直接这样子哈，直接这样子。然后呢，这边有一个goose value，我们直接把这个 goose value 改成我们的 users value，对吧？好，然后呢，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会员表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字段？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users，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 email 啊，我们这边会有这么几个东西哈。这个是是否验证？好，那我们就不看数组了，我们直接把这边的东西给导出啊，一个是 user ID，一个是我们的 username，然后呢是我们的邮箱。然后是否验证它的一个 money 还有多少，对吧？这个 money 有两个 money，还有它的一个红包什么东西的啊？啊，它的一个注册时间，对吧？好，假设说我们这一个，这一个我们的同事呢，就是需要这么一些字段哈，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字段给他就是了，对吧？给他就是了。好，然后呢，这边会等于我们的这个东西啊，等于我们的这个东西。好，然后呢，我们这边会有什么东西呢？其他，好，都不要了啊，这些都不要了。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些什么压缩图片的这一些功能哈，压缩图片的功能。那么我们会员啊，我们会员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个头像功能？应该是没有的哈。那没有头像功能，我们压缩图片就不要了哈。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我把压缩图片的这一个操作方式呢，给注释在这一边了哈。其实它就很简单哈，它就很简单。如果说我的这一个图片存在哈，并且我的这一个图片呢，是存在，这个路径也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个图片呢，用我们的 file get content 获取它的这一个内容啊，获取它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命名成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啊，这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呢，其他七七八八的也就是这样子哈，我们留一个就可以了。它的压缩方式就是这样子哈，先判断我们图片存在不存在，存在我们就压缩，不存在就不压缩了啊，就这么简单。好，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 add file，然后叫做 goose list CVS，那我们直接叫做 users，对吧？这个地方也改一下，是一个 zip 的一个格式哈。好，那我们就
搞定了这一个代码哈，搞定这个代码之后呢，我们需要做什么操作啊？在删除会员这个位置哈，我们在删除会员这个位置呢，增加一个导出会员信息啊。那不出意外，我们就找到 users list 对吧？users list，然后呢，找到我们这一个，这边是 page，是放在这边的吗？ss 在这边啊，应该是没错啊，是放在这边吗？难道是这个吗？哦，放到这个位置了哈，放到这个位置了。那我们这个 disable 也为空 value 呢，就是这样子。ID 呢也ID 呢叫做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啊。export 吧，type 也是 submit，好，然后刷新一下，然后我把这一个 value 呢叫做导出会 excel，好，然后呢，这边是叫做确定删除我们的这个什么账号哈，看到我们这个 submit 它会有一个。提交的时候会触发这些东西哈，会触发这些东西，那我们就给它改一改哈，改一改。我们这边不是会有一个 ID 为 btn submit 嘛？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有什么作用啊？没啥作用啊，没啥作用。这样子，我们再点击。哦，它是直接这样子来搞啊，直接这样子来搞。那么我们就，好，这个边变成我们的 button，好，然后呢，onclick，我们 onclick 的时候呢，直接 window 点 location 点 href 呢，会等于我们的什么呀？user 点 php 问号 act 呢会等于我们的这个东西，好，会等于我们这个东西，对吧？好，刷新一下，我们其他不管，直接点出导出 excel，好，恭喜，这边会有一个 excel 会放出来的哈，就在这个位置，对不对？我们把它 copy 到桌面来，然后解压到当前的一个目录。好，然后再打开这个文件。好，那么就这个样子哈。我们呢就获取到了它的一个编号啊，一个编号，一个我们的七七八八的一些信息哈，都是我们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 Excel 操作的这样子的同事他们所需要的一个格式哈，所需要的一个格式。那么我们再来看哈，有一个小 bug 可能需要修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run。EC shop 啊，content，EC shop，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哪里哈，这个东西看是不是放到我们后台的这一个地方呢？这一个好，我们找到 language 中文简体 admin 下面哈，然后看一下我们 EC shop，找到我们的 language EC shop，好，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一个 EC shop 的 goose name，好，这是在我们批量导出的这个东西下面哈，然后呢，我们把这些给复制一下，放到我们哪里呢？我们打开。我们打开这一个然后呢，找到我们的 users 啊，users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语言包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一个用途来命名的哈，来命名的。然后呢，我们这一边会有
这么一些字段哈，会有这么一些字段，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好，这些 ID 用户名，其他我就不改了哈，其他我就不改了，大家自己去改哈。记得它的路径是在我们 language JH-CN admin 下面的 users 下面哈。好，我们现在再来导出一遍，再来导出一遍 Excel。好，我就直接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了啊，不再改了。打开我们这一个东西啊，好，ID 用户名对吧？我们的名字就是在我们的语言包当中去设置的哈，语言包当中去设置的。那大家自己去设置啊，大家自己去设置。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的话，就实现了我们这一个 Excel 一个导出的一个做法。同样呢，订单你也可以导出哈。然后呢，大家去做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例子哈。我之前给大家说了。点击编号，然后再点击导出的时候，只导出指定的这一个东西。好，那这个思路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什么东西啊？参考我们删除会员的时候啊，删除会员的这一个操作呢，也是在我们的搜一下 DEL 没有啊，没有。那我们在这边啊，就是这样子提示。如果说你试着删除这一些东西哈，如果说它这边会提交到哪里呢？提交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删除按钮。我们呢就是判断我们的这一个 checkbox 的哈，然后把它给聚合起来，然后让我们的 user ID 呢印这一些东西哈，然后就把这一个 where 条件加到我们刚才的这一个加到我们刚才的这一个导出的这个位置上啊，就把 where 条件，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 where 条件的，你只要把 where 条件加到这一些地方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一边啊，感谢大家一个听讲。